所以都挺爱，我是没办法。对啊，就录音，你要操作这个机器，你要操作，我角度自己调一下。现在怀孕怎么很慢呢？少见。是说照相很慢。很慢啊，好像按下去三秒才会拍啊。你是不是按到那个三秒？哦，不要说了，没有了。你是不是按到那个自拍三秒那个？那可能是你要自拍的时候用我的手机调三秒吧，要不然它是一二三才啪啊！啊，当然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我不拍了，我看一下。我在拍照，这个上面这个滑下来的，啊，你不要。要关掉了吗？你关你就按那个暂停。不是啦，我问你啦，你要关我就关，要不然你一直拍也是这样。不是啦，好了，关掉了，就按你那个红点按一下就好。就小屋，反正这边超漂亮，地方调整更快一点。在600公尺处，在圆环处，于第四个出口下交流道。哇，那个小村庄，好漂亮。
哎呦，还在录啊、哦，好。对，我刚刚。好好，很好。等下，我这个 space 可以尿尿呢。啊，这声很好啊。我们那白天用斗篷，人家一看就知道人家尿尿。现在厉害了，我蹲在这里的 space 就足足有余了，不够很好哎、啊。嗯，还好，我这。广西，这个尿尿裤啊，后面就是刚好。向左转。嗯，对，刚刚拍到静下来，拍到是最唯美的。现在动的话就很难拍，其实要很美是很难的。向左转。要死我！啊，加这里一年都赚一季的摊开。在50公尺处，在圆环处于第一个出口下交流道。第一个出口，这个，哦，在500公尺处，在圆环处于第四个出口下交流道。单行道，把囡仔带行过呀。所以又用掉头，不如就在这掉头。单行道去十几年啦。无所谓了，来往前了，你也别再斗嘴。在300公尺处向右转。哎，一有咯，哎，就出去了。是的，出去还有掉一趟，就走另外一边，可能就多看待一会儿。啊，随你。就是这边乱晃一通。有啊，这些。这是花大钱的人的。这是不会是单行道？单行道嘞。啊。他不会来啦、哦、他不能来、就是、你要向右转，以前都规划在这单行道的、嗯、你要顺他说的走了。还有那个火车道，那几把都弹掉的向、啊、右转。那咧海位准你讲60分是真正的啦。你头前向右转遐。前面不能去了，只能向右转。哎，伊这每一条路细条，你知无？哎，右转。这是高度漂流。啊，你嘛爱找个位置，才能下来。你们爱看小度假呢，在300公尺处向左转，已经转很多了，塞一泡尿，两泡尿。现在有车不怕你了，你不能用斗篷啊，你用落雨了在斗篷，你没下雨还斗篷，太明显了，知道你在干嘛。知道干嘛也觉得你这个人很文雅，很文雅，知道。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那个路边的。还有遮挡，它山上就可以滑了，还有滑雪场那块。你是要滑雪场，你就缆车把你吊上去，要不然你怎么滑？上不去哈，上不去，你就叫你载起，和你冲啊！这里够了，100分了，要修了，转翻了，桥会很多，转翻了，嗯，现在听导航吧，对。在100公尺处，在圆环处于第一个出口下交流道。老师，啊，这是旅馆呢。啊，要来的是拢有旅馆，哎，无这拢爱开车来吼。对，拢要开车来。这不一定无交通工具了。有个公共巴士可能会有。嗯？是什么？在50公尺处，在圆环处于第三个出口下交流道。一二三，哈，一二三，等于左转了，哈。直转。
在100公尺处，在圆环处与第一个出口下交流道。哦、一个出口，我们的右转。休息一下哈。这手机不行，给他给你买一下。进意大利的、啊？还没啦，还没过隧道呢。哦，过了隧道才是。这个整个船舱都搬到屋底下了。嗯，看能够拍到那个光光亮亮的吗？回转了，应该可以拍到。我帮你开了。多少钱的？我给钱的。你没有人了？是刷卡还是现金？他有人了、啊，哎，他会讲的。我会住米兰。就是保持让他苏醒，不要睡着，这个有点，不要让他睡着了，睡着了，那是三寸左右。日照金山来了，缆车来了。